大家好，我是姐姐新红，我是妹妹小新。我们姐俩现在正在雨中漫步呢，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没带伞。现在下着毛毛雨，我这刚洗完头，这不知道咋回事的，可能还以为我是被浇的呢，但实际上没多大，没大雨、没有多大雨。下大了，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呀，走的地方躲一会儿雨啊。哎呀，雨下大了，我们姐俩在房檐底下躲雨呢，没有找到卖雨伞的地儿，完了，一直就挨着浇。贼凑巧的是，我们那旁边是个麻辣烫店。我们俩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可以吃一顿了，其实一点都不想吃、但是在人家门口吧不太好，而且它这个味儿还老往出飘，这气人的是。我俩就来一顿去的，拔菜一汤。你们看见我小妹这个大包小包的杯子了吗？其实我也是一样。我们俩已经有6年没来这了，这个店离我妈家特别近，我俩以前没结婚的时候经常来这吃，现在一来人家孩子都挺大了。6年前我们吃的麻辣烫都是6块钱一碗、8块钱一碗的，现在都涨到12了。我的是不辣的。我记得以前来的时候，我们吃的不要豆芽，是吧？豆芽有腥味，不是，我们嫌豆芽粘地上，别的太少，因为豆芽便宜。你不跟李哥总来吃？以前一出来吃饭，下馆就是来吃麻辣烫的，因为那个以前的经济条件，你就能吃饱麻辣烫。那时候麻辣烫6块8块，现在要12了。那现在的经济条件，可以供咱们吃12块钱的麻辣烫了。实际上也没啥改变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葫芦烤红怎么吃麻辣烫。首先你就需要一个勺和一个筷子，然后你要有足够大的嘴。失败了。尴尬不？卡脸不？赶紧来，刚才失败了，第二遍啊！刚才高估自己那张嘴了，其实我是个樱桃小嘴。你刚才说啥？你那是樱桃小嘴啊？你的水平大好。我没好意思埋汰你，这激动时候一个碗都能造进去。还是没停啊？没停啊！非逼咱俩花钱呢，我打车吧。这雨也不停了。行，哎、这再高一小时该大暴雨了。是吗？嗯。去河南市场。我这停一小时。我不停了。这两天说是有大暴雨吗？就今天。今天呢？今天是下午2点半到明天早上3点之前。完了。一宿。俺家窗户没关。